选择，等你来选择。如果您是单身，或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，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-2318-6789，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爱的选择。当然了，抖音上面啊，您搜索聊台爱的选择也可以找到我们。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呢，是一位兵哥哥啊，我们密室女嘉宾们都还挺喜欢你的啊。谢谢。而人家种菜特别厉害，现在呢菜自给自足吧，不需要买是不？不但自给自足，还有一些收入，享受天伦之乐。收入啊，不是受用啊，是收入啊，是不是？收入，收入就可以变买成受用。我们男嘉宾选择几号女嘉宾？这会儿捋直了舌头啊。几号？三号。哎呀，说得非常清晰啊！三号女嘉宾，来，咱看看三号女嘉宾的照片。哇，也是穿制服的。留个白衬衫，我觉得是。不是，戴领线领章帽徽呀。法院的吗？工作服应该是。瞅他那个表情，还挺厉害的。嗯，那一定是做一份非常严谨和严肃工作的女嘉宾。满面油光，看着就年轻，还不笑。我觉得他的这个眼神给人透露的是特别冷静。害怕没？不怕，当兵的保卫祖国，什么都不怕。有请三号女嘉宾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沈阳的谭雅英。你好，你好，来，这是男嘉宾好。你好，怎么了？这是你好，握握手啊！他俩能般配吗？太相中这老头了，就嫌人正的少。咱们女嘉宾今天见面和上一次见面好像不大一样，好像还剪了短发是吗？这中间经历了什么？哎，这女的挺漂亮哈，这老了都这么漂亮。不断的打磨自己吧，经历太多了。啊，是有故事啊？重新开始的意思呀？是吗？啊，明白了啊！但是这一次这就感觉清爽了很多。啊、哦，对，而且我觉得温柔了很多。对啊，理清了头绪，头发变短了，至少比刚才那个照片温和很多。我们还刚才猜那身制服是政法委。政法委，您是在政法委工作的？嗯。啊，政法委退休。没在政法委退休，那时候是戒掉的。啊，那衣服是您自己的衣服吗？自己的。啊，那很优秀了。害怕不害怕？不怕。嗯，反正是喜欢管人儿，咱们 对爱管人吗？我做过团队工作。那你回家里边爱管人不？等一下啊。哎呀，看你就实话实说，不用害怕。互相尊重吧。互相尊重。互相包容。你说的是实话不？现在是实话。现在是实话，我一点我都不相信。就叔叔啊，抽点小烟儿哈，然后喝点小酒，这事儿你管还是不管？如果不喝大酒，那个不染恶习没事儿。哎呀，小点儿，谢谢。输点人能少喝点酒吧，舒筋活血。好，嗨，人都说大酒伤身啊，小酒怡情。我们这小酒怡情，您能陪着喝点？能呀，谢谢。需要陪着喝点不？太需要了，我这就需要找一个陪伴终身的人。他肯定愿意，他愿意当小的。一切行动听指挥。呵，你老喊口号，我就怕回家之后你就喝媳妇儿，你就不喊口号，就不听话了。回家照样要军人的这个姿态，要有坚定的意志，说话是要算数的啊，要算数的。对，说了咱就得算，对，说了不算你就来找我们，我们再去找他。每天比如说是那个搜哈，多少钱得跟我们阿姨得汇报上报。你那搜又上交不？这个不一定，有的时候呢就多了，有的时候就少了，有的时候钱兜就装不下了，有的时候还没有收到钱。
啊，那你这个情况，具体情况要不要跟阿姨汇报呢？需要汇报就汇报，不需要汇报就不汇报。你需要这个很随缘。需要汇报不？随意吧。随意啊，那他要是汇报，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那他愿意汇报就汇报，不愿意汇报不汇报呗。反正种点菜也卖不了几个钱儿，告诉高兴呗。告诉高兴啊。听到没？听到了啊，媳妇儿，让你把搜又上交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好嘞。